文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关于零八宪章，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在反对中国政府，他是一个说法非常合理的，他有了19个非常具体的对于宪法修改的建议，同样来宣称提高公民的力量，来改变中国的民主法治状况。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民做出的一个努力。我们认为，在公民力量这个组织认为，我们应该在美国给出他们最好的支持。我们现在正做的活动之一呢，就是去拜访国会议员，让他们保证他们能够理解零八宪章的重要意义，同时和国会的一些工作人员来看一下有什么能够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决议来支持零八宪章的这一运动。好，这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零八宪章与中国民主法治的状况。欢迎听众和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向来宾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观点。下面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法。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0，再拨866-837-5161。除了通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好，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些观众和听众，我们接今天的第一位观众是湖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你好。请讲。我刚才看过杨经理先生就是周刊里面的这个讲话，当他在狱中的时候，我是觉得是很可惜的，很为他鸣不平。如果领导现场或先前的孙中山先生的目标是一致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什么事都比民主宪政更好的？我们看看我们的周边环境，从台湾，我抛开这边的台独不谈，看看台湾的民主的现状，马英九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现状，至少公民是有权利了，能够跟政府作对了，能够跟政府的这种腐败啊，或者这个公权力受到破坏。还有看看韩国，我们在比较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制度呢，是黑暗不堪的。中国就是在原来不说，就是几十年以前到现在，也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就是说封建专制的尾巴。我再看看韩国和朝鲜的制度，那个一个北朝鲜是丑陋不堪的，那大家是我心的制度。所以中国要制定一条民主宪政的目标，我认为是一个很伟很好的很光明的前途的，因此我们大众应该要支持它。当然我并不主张动乱，我认为现在在中国的现状，既要跟政府呢有博弈的地方，也可能在它，因为中国这个在统治集团那个，我观察是有这个进步力量，也有改革力量，也要既要博弈，又还有合作的地方，既要有这个民主，也还要要有法律。但是我并不是赞成这种所谓民主集中制，中国这个在之上而下的这种民主集中制，我是反对的，因为这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因此，假如可能的话，我是希望做杨建立博士他们发起的这公民这个零八宪章，还有刘晓波先生的，我希望做一个签名人。我认为这个目标对中国长久是一个很光明的前途。谢谢。好，非常感谢，这是湖南的王先生。我们再来接一位啊，下一位是黑龙江的宋先生。宋先生你好。你好。请讲。这个首先呢，我向这个民主斗士零八宪章的这个文件的这个缔造者杨博士表示敬意。这个中国的现在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已经吹响了向独裁者吹响了民主的号角，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看到了希望，独裁者的日子不会很长。我希望中国政府啊，作为中国公民，希望中国政府与精英们坐下来谈民主，谈中国的未来，绝不能搞秦始皇那一套焚书坑儒，最后继发的是陈胜吴广遍地开花，这样的写了战争，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未来都不是好事。希望中国政府能深刻地理解中国人民的需求，普世价值民主法治是世界的普世价值，也是中国人民的能接受的。希望这个独裁者能深刻地反省自己这么多年所被人民抛弃和被人民唾弃的
一种执政的现在的一种制度。谢谢嘉宾，这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刚才是湖南王先生、黑龙江宋先生，他们两位都发表了对这个零八宪章还有中国民主法治这方面的状况的一些看法。另外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就是零八宪章的主要发起人和签署人之一，也是居住在北京的参加当年1989年参加过六四民主运动的刘晓波先生呢，现在还是在中国当局的叫监视居住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吉哈朗先生，我想请您谈一谈您对中国当局对这个零八宪章发表以后的反应，以及中国民众对零八宪章的反应，他们的这些看法您怎么看？首先，刚才两位听众打了进了电话，他们说得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谨慎的，也非常热情的想要呼吁中国来进行民主改革。而且其中有一位听众也说得非常好，在英语中，如果是要进行有意义的民主改革，我们是要通过对话来进行，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进行。而且这位听众也指出，我们有两个很好的民主的模式在中国，在亚洲，也就是台湾和南韩，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可以来遵从。那么这也是从我理解人们对于零八宪章的反应呢，就是除了一开始的300多位签署人，现在差不多有将近10000名的签署人来签署这个零八宪章。许多勇敢的中国人都把他的真名签署真名和这个 email 的地址签在这个宪章上。我觉得这是一种迹象，就表示了中国人民的决心以及他们的勇气。在美国，我们也提到过，在美国的国会刚通过一个决议案，参议院要求现在马上释放一些一个宪章的一个签署人。我们知道零八宪章是在12月10号的时候出现在互联网上的，它正好也是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的一个创建纪念日。所以这些签署人签了零八宪章之余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举动，正好显示了人权宣言中所提出的人权的目标以及中国现状的这样的一种强烈对比。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弥补这种情况，中国政府没有理由不进行这场积极的对话，然后要弥补这种缺陷，改善他的人权状况。中国的公民也应该可以，也有人就是拿着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然后来实施他们自己的人权，他们应该有权利这么做而不被捕。所以对于中国公民对此这个零八宪章的运动的这种签名，我是感到非常激动人心的。天安，您作为在加拿大出生的华裔加拿大人，你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零八宪章知道吗？你对中国现在的目前的这样的民主状况，你怎么看中国？当然我现在知道这个零八宪章，而且我在公民力量也进行工作。